迎收看今天的公立吼力在高雄有38个区里，说不完的区里故事，让我说给你来听。首先欢迎苓雅区正义里的里长刘盈莲。主持人还有各位敬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苓雅区正义里里长刘盈莲，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谢谢。真的很欢迎刘里长来到我们的公立吼力在。那我们其实上次采访之后知道说里长其实很贴心，为里民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首先进一段他的 VCR。祝贺的，祝贺啊！一直放，无得吹啦。会使讲全高雄市哦，会使讲里长哦，比大拇指啊。到底是谁让里民这样子竖起大拇指，抢着要称赞呢？原来就是苓雅区正义里超负责任的里长刘盈莲啦。酷酷的外表下却是铁汉柔情，他照顾里民的这份心意可是18小时不间断。我们的护理出门2点多了，那这个时候搭计程车他可能不太方便，只要他一通电话，我们服务我们的行动车也愿意服务器把它接回来。巡逻车、Odobai， 你看到的这些全都是里长自费购买。他不仅有巡逻的功能，更实际救过差点被抢劫的里民。曾经我们小偷进来，那我们的巡逻车从东边，那警察局派出所的巡逻从西东边跟西边包起来，那小偷就跑不掉了。既然有了巡逻车和 Odobai， 那监视器嘞？关心里民安危的连里长早就在8年前开始致力于安装完整的监视系统。有了这些装备，再加上巡逻队值班到凌晨4点的里民接送服务，难怪是一级棒的里长。没办法，我希望我这巡逻车都自从到4点嘛，觉得这里民睡得很安心呐。热闹的服务处连下着细雨也浇不熄里民的热情，连里长就像大树一样照顾着底下的枝叶，让里民们每个晚上都睡得很香甜。我们刚刚看到 VCR， 里民真的都是竖起大拇指给刘里长，就是真的非常的赞叹这样子。那我想请问一下刘里长，听说你是自费购买巡逻车，而且好像还有就是服务到凌晨4点，可不可以请里长介绍一下这个部分？这个原则上我们是大部分在晚上12点以前，这个都是市政府的，每一个小时是好像是40块的所谓的午餐费了哈。然后12点以后的话，都是用我的4万5去支付了，大部分我们是这样子做的了哈。要不然12点、2点、2点、4点这些，尤其是冬天的话，好像没有人会服务这些哈，所以原则上是用我那个4万5去支付，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子。那里长当初怎么会想说要去自费去购买巡逻车这样？其实巡逻车是一个在我们治安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攻击嘛哈，但是真正它的比例占的也不算很多了，最主要是我们的监视系统，我们现在有48只哈。然后这些维修费用，相当的贵了哈，那都是要自己掏腰包哈。然后这个晚上这些支付了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这个巡逻回来的话，所发生的这些所有的点点滴滴哦，都是要费用。那这费用的话，原则上都是里长自己支付哈，市政府没有补贴这些哈。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治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嘛哈，然后这些巡逻队跟监视器是相辅相成，那对我们治安，我发现这10年来我们的治安进步非常多哈，而且这个小的事件也越来越少了，而且尤其我们以前哈，大概只要有巡逻队发现小偷，我们都有奖金了哈，都有奖金红包哈。那后来越来，就有人这样说，他说我的红包怎么越来越少？那就是原则上就是显示我们是社区的治安越来越好，所以这些巡逻队越来越没有红包可以领。大概是我们的监视器很密集，还有巡逻队哈，原则上治安是改善非常的多，这是确定这样子。
因为我上次去采访说，其实有听李明在讲说，里长巡逻车好像还有类似里内计程车的服务，是什么样子的？哦，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巡逻车既然已经购置了哈，原则上假如是说，深夜哈，我们的妇女或者是老弱哈，他们在这个市区来讲呢哈，他会打电话进来说，比如说女性呐哈，他这个时候两点钟，他当然搭计程车不方便，那么原则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会去把他接回来的，是这样子。那有限制距离吗？比如说，原则上是没有限制的，但是一般来讲，你比如说你在台北，那这根本不可能嘛哈，是在属于这个市区的哈，那个有一段距离的话，妇女像我刚才讲过了，你说两点钟、三点钟，她在某个地方，她当然不敢搭计程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服务回来的。所以基本上是只要算是在高雄市，而且是临近在苓雅区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都可以去接送这样子。對對對對，是的。那关于这部分，里长，你有没有听过有李明跟你反映说他有曾经使用过这样子的接送服务，然后他怎么样子跟里长反映？哦，那很简单嘛，他就会说谢谢里长，就这样子。OK， 好，那我想要请问一下里长，因为听说里长的监视系统是在8年前就已经设备的非常的完整这样子。对，那我想要请问里长，你八年前怎么会去想到说，就要建造这么完整的监视系统？其实还不止了，那个监视器是因为我当了8年的发展协会理事长，对，因为当初在当理事长的这个范围以内哈，我就反正这个叫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嘛哈，对，那我就在我们社区做了某些事情，比如说监视器了哈，对，还有某一些地的国有地，我们都会把它认养，然后施这一个公园。那这个监视器从我八年的理事长就开始做了，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了。我的监视器已经装了18年。对，所以这么久的时间，我们的那个主机已经大概换到第6代了。哦，现在都是数位的，而且是比较精密的。甚至说我们的 camera 哈都是换比较好的。现在目前我们的监视系统算已经很完整。对。那我上次其实是有听里长在讲了，说像里内巡逻车还有监视器这样两个搭配起来相辅相成的效果，好像听说曾经有帮助李明，就一对夫妇，好像他们是差一点要被抢劫，然后，对，这是一个故事的哈。对，在我们的社区有一对夫妻哈，他是早上是大概是3点钟的时候要出门，对，然后这个出门的中间刚好遇到。有两位可能是应该是属于这个要强盗这一方面的，是属于这方面的好强。那么我们这个李明第一个时间反应就先把门关起来嘛，然后他第一时间就拨电话到我们的服务处，我们服务处这个时候大概是应该是3点半了，那么我们服务处接到这个电话的话，我们可以在1分钟以内，应该是几秒钟了，20秒、30秒，我们就巡逻车就可以赶到现场，对，然后这个事情就化解掉了。那化解掉的话，后来我们就每天的守候他，这个早晨3点半，我们都会把巡逻车开到我们这个住户的那个门前哈，对，然后把那个警示灯打开。那我们的李明看到警示灯就知道说，我们又来了，所以他就很放心。然后这个我们持续很久，好像几个月，我们有这样服务。那我们的李明呢，他也会说，那里长很谢谢哈，因为这样的话，他每天早晨，这个上班的话就会觉得他们很安心。那他这对夫妻把车子开走以后，我们巡逻车才会撤回来。所以我们也服务了一段很长的期间。后来我们的李明说，他们最近有改变了那个上班方式，所以就才停止这个动作这样子。就是不是说只有
照顾他们那一天帮忙把小偷赶走，是说后续还是一直很保护他们？是的，是的，是这样，没有错。那我还蛮好奇哦，因为像里长你说凌晨三点开过去，那是巡逻开巡逻车的人是巡守队的志工吗？是的，是巡守队，没有错。因为巡守队你本身这个时段就是在巡逻嘛。哦。那我们巡逻车是都已经购置好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大概他们都会准备好三点半以前都会把车子开过去，把巡逻车是这个是有巡逻队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这样子。对 ，OK， 好。那我想要再请问一下里长说，因为上一次其实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公园真的非常的漂亮，就跟那个英国的海德公园还蛮像，只是就是比较迷你版这样，而且里面还有鱼池，就是在公园鱼池很少有水那么清澈的。那我想要请问一下里长说，因为很少公园可以像有鱼池这样子，那里长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原则上我们这个公园是叫做林雅23号，那目前来讲还不算公园，目前来讲是还算它只是公园预定地。那我们从这个政府有一个做一个简单的设施以后，我们后来改造很多，都是利用我们的里民哦自己的力量，比如说那些走道哈，休闲的走道都是我们自己发动里面去做的。那这些遗址的话也是一样哦，这块湿地哈，因为一个公园的话，你有一块湿地，而且有养鱼，我认为我们里面休闲增加了很多了。比如说阿公阿嬷都会带小朋友去看鱼哈。那你说这个水很清澈，我倒是很赞成你这样说了。为什么？因为我的行业，我本身是做环保工程，那这水处理的话，我是在行，是在行的哈。而且我现在目前是环境工程工会是全国的理事长哈，所以那个水要把它处理得很干净，对我来讲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的哈。所以我们的鱼池都保持水很干净，那是确定的。对啊，因为但是再怎么保持干净，也是里民要非常的爱护这个环境，因为很多就是经过都会丢一下垃圾什么，可是上次去看其实非常干净，一片叶子都没有。是的，对，我们的鱼池目前来讲，我们的里民就是包括这一块公园哈，对，我们的里民都是自动自爱，对，所以鱼池的话确定我们都有保养有清洁，而且里民绝对是非常爱，也非常爱护，对，不会去污染它，不把它当作自己的鱼池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个遗址那块湿地的话，对，是保持得很干净，是确定。那我想请问一下里长，因为我相信要在公园申请一个公园预定地申请一个鱼池应该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那过程当中里长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是的，当初我提出这个申请的话，养工处是非常的反对，他说这个遗址哈，一般来讲一个里长的话是不可能去把这个鱼池哈，对，你所谓的保养得很干净，他说你这个一做的话，可能半年就会青苔了哦，就发臭了啦，那个你绝对不要做了。对，那我是跟养工处保证说，因为我这方面有，我刚好是做这一方面的业务嘛哈，所以我说这个我会做，所以到现在我们那个鱼池已经应该是6年了哈。对，6年的我们越来越有改造，最近又有改造喷水设备哈，喷水设备有既有美观的效果，然后也有水池溶氧的效果，所以我们最近又改造有很多，是这样子。OK， 哦，水池溶氧是说可能里面的那些鲤鱼那些也会比较健康，是的，它会比较健康，比较活跃。OK。哎，那我想要再请问一下里长，就是里长，你刚有提到说你是专门在做环保工程的，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说，说这样的鱼池你平常是要怎么去维护它？这个鱼池有很多种细节，第一个，它排泄物的话，一定要水池里面有具备三个功能，一个是过滤，一个是鱼池底哈的那个鱼的排泄物的排除。对，然后水的上面要浮游的话也要排除，这三个功能一定要做。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会加少量的杀藻剂。杀藻就是说水中的那个藻类才不会生长得很严重。
但是你杀藻的话有相当的量哈，你不能把鱼杀死哈，所以我们都相当的那个这个水池里面有排水，有过滤，有 overflow 有溢流哈，还有杀藻剂，对，那这些都不能少。还有现在我们加了那个喷水，就是水中溶氧，那还有换水，对，一段期间就会换水，这个我们都做得相当好，所以我们的鱼池水真的是很干净，每一条鱼都很活跃，是这样子，没有错。对，因为上次去真的看到，觉得很惊艳，说哇，居然公园有这么干净的鱼池这样子。而且上次在公园又有看到有那个喇叭，就是喇叭的系统，然后下面那喇叭非常可爱，还有彩绘的图案，听说好像是里内的小朋友自己画的。对，这个喇叭的话也是很好玩哈，因为我们社区刚好广播系统哈，广播系统是要更换，更换下来这个旧的喇叭哈，把它丢弃掉很可惜，所以我们就把它收起来，然后我们就举办一个社区有小朋友绘画比赛，我们比赛还有请这个学校的老师来评分哈，还有奖品，对，所以我们举办那一次绘画比赛也算很成功哈，对，那绘画完以后。这些喇叭就把它吊起来，吊起来的话，这个很有，我认为是这个你说这个是文创文艺的创作哈，对，倒不如说我们觉得很好玩就对了哈。对，所以这些喇叭吊起来哈，好像很多人都很有兴趣问问这是怎么来的。对啊。那所以我们喇叭，所以这种东西哦，就是说你要是买一个新的东西来做一个什么事情，那倒不如我们从旧的废物拿来利用。这两者之间呢、啊，是当然是旧的不用的废物拿来利用，是比较更有意义才对。对、啊，我们是这样想的。对，而且其实像里长说，好像上次您说是有办一个比赛嘛，就是小朋友除了彩绘外还有比赛。然后我觉得其实透过这样的方式，应该小朋友在就是过程当中，应该也可以学习到绘画，然后得到成就感这样。是的，所以当初我们也有颁奖了哈，对，颁奖也有奖状，也有奖品哈，所以那一次的绘画，小朋友跟李明，父母亲，对，那一次举办那个绘画比赛哈，我认为也算很成功哈，对，而且在里面的话，也这所谓叫做文化活动嘛，所以我们社区有好像很多类似的哈，我们都既然当了里长。我有很多构想，我们都慢慢一一的把它实现。嗯哼哼哼。哎，那里长，我想请问一下，你中元节那时候你办的那个鱼篮盆的活动啊，听说是有规定里面就是不要焚烧纸钱这样子，可不可以请里长介绍一下？这个中元普渡我们已经办了好多年了哈，办了大概快要十年了哈。对。这个中元普渡我们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我们是把集体哈。以前是每一位里民他们自己去为了应节为了这个风俗哈，每一个都拜拜哈，那我就想一个办法就把它集中起来，集中起来有好几个意义，第一个节约，这个我们每所有的这个贡品哦都是从大卖场从直接工厂买过来，对，所以我们大批我们买的比较便宜，而且我们照礼俗哈，还有这个道士哈来诵经呐哈，对，那改革了很多，就是说这个烧金纸哈，原来因为这个金纸一般来讲是这些污染空气嘛哈，后来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就送到我们那个政府的单位啊去焚烧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精致，以前的话烧的数量很大，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用比较精致的，对，同样的就是礼俗上，它有多少的单位，那个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把数量减少，所以数量减少，而且，送到规定的地方，所以我们里内就从此就不再烧金纸了。那甚至说，只要把它统合起来，那我们里几乎就没有人在烧金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节约是怎么样节约呢？这个我们的里面他去买东西的话，他花费很多时间，对，而且买的东西哦，他或许的话，他们是选择上哦，不是像我们这样，我们选择的都有，比如说那个所谓的来源，都要正统的，然后货送到
现场的话，日期也不能超过，所以我们都有把关就对了。哦，那我们而且这个数量我们都相当的控制好，就是不能浪费，啊，达到一个节目。理事长，你这部分的意思说是贡品的这部分？是的，那是贡品的部分。对对对 ，OK。所以我们就那现在也节省很多啊。那个我们李明一般来讲有的是上班嘛，没有时间嘛，他要抽很多时间去买啦，去拜啦，那我们就把它集中起来。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是节俭很多，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对，就是说这些贡品我们从工厂买回来的话，你要分每一个一份的话，哈，都要费很多时间，那很多志工自己都会来参与，那去分好以后去摆设，摆设以后收回来，这些都是从我们的里面这些自动自化的志工哦，这个一个好处是。所谓的社区的这个住邻居哦，他会凝结一种互助的力量，一种团结的力量，一个融洽的力量。对，所以我认为你办一个活动的话，你要发挥更多其他的价值，这样才有意义。所以我们普渡拜拜，我认为里面的融洽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效果很大。哎，那刚刚里长谈到说凝聚的力量啊，团结力量，因为我的观点是，我觉得说像凝聚的力量啊，团结力量，这个是会传染的。里长，您认为呢？哎，当然会。对，而且我们里面看到这么多的里面自动自化哈，对，一下子很快把这些贡品都分发好，然后要收拾的话都是很快。大家像这种情形的话哈，这个不只是这个活动。你办成以后，这个团结力量结合起来，而且和谐的力量，然后它就会自然而然就一直下去哈，蔓延下去哈，甚至说本来人与人之间现在的社会就已经没有那么熟悉，对对对，那现在的利用这个机会的话，就是说把这个里面哦这个融洽的力量那更结合，这个我认为是也是一个互加的一个价值哦。我是发现这样子应该是很有意义，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这个活动其实不只是环保，然后也会拉近里民之间的距离，而且就像里长刚刚所讲的，其实像有些里民可能一开始他并不是这么的认识这么熟悉，然后经过这一次活动就会觉得哎，其实这样出来走走也不错，然后这种凝聚力其实也会帮助到下一次里长要推动其他活动的时候，大家会更踊跃想要参加。是这样子，没错，是的。好，哎，那我想请问一下里长，因为我有看您就是从民国1995年就开始担任里长嘛，想那差不多应该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对，那可不可以请里长就是，身为一个前辈，就是。分享一下您在里政的心得啊，这样子。哦，对，这个我照理来讲哦，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是原来是公务人员的，我在自来水公司大概10年。对。那后来就经这个从事水处理环保的工程。是。然后大家推荐我当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后来大家又推荐我。来担任里长，当然这些过程的话，都是我们里面的推荐哦，里面的这个队友的这种支持跟照顾哦。那我既然当了发展协会理事长，一直到里长，我认为说有这里有几个貌相，一定要把它提出来。第一个就是协助治安哈，对，我第一个一定要协助治安哈。第二个，我们的社区建设。那第三就是环境卫生与健康，对。那第四个是文化活动，那个第五个社会福利与关怀，对，以及社区的融洽，这五个面向哦，我一一都很用心的去推行。假如有机会的，这五个面向我还可以好好的介绍是怎么样去经营这样子。因为这段期间哈，这段期间其实我为我们的社区也。我认为，每一个里长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哈，因为现在里长的选举的话也是很有竞争的哈。当然，我后来的话是只是我一个人自己选了哈。对。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大概是因为，当然了，我是费了一点心力哈，里面也是认同的哈。可是我认为不是说我做得很好，对，就是只是
我的本分哈，应该是应该做的。那么我认为所有里长应该每一位里长都有他的经营方法。对，我认为每一位里长都很好，而且我一直认为说，一个社区，假如我刚才提的这么多面向，假如都做得很好，对，你说环境卫生啊、治安啊，还有这些文化活动，还有这些社会福利，这些都做得很好，那么你这个社区一个里会很好，同样的这个都市，这个乡。这个乡城哈，对，它这个都市的话，这个城乡它就会很好嘛哈。那很好的话，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整个国家都很好，那以至于就是说整个世界、整个地球都是有这么好。我是认为我们里长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小零件哈。但是这个小零件我们不能忽视哦，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个里做好对整个。世界有什么影响？其实影响很大。每一个里，每一个这么小，然后每一个点都这么好，那么整个面、整个世界就会这么美好。所以我只是认为说，我们虽然是一个里，但是我们里长跟里民共同的努力，把它创造一个很美好的环境，这整个世界当然会很好。那真的可以感觉出来，刘里长真的就是对于里政方面真的很用心，而且刚刚所提到的五大面向，其实里长也整理得很清楚。那也希望里长呢，就是预祝里长的里内非常的未来这五大面向可以推动得非常顺利，这样子。谢谢，我们当然是这样。对，谢谢。好，谢谢。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公立好里哉，我是月和，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周再会。